每年农历九月十五号是花莲富里乡大庄部落自称大满族的族人举办业祭的重要日子。妇女们吟唱千曲歌谣，其实曾中断约六十年，透过手写笔记认真的学习，才让歌谣能够继续传唱下去。幸好还有老人家知道那个千曲，有人做记录，就是一个叫李明华的老先生，他还有。因为他以前是在那个昂姨旁边帮忙，就是祭典的时候，对他都把他，所以他把那个昂姨唱过的曲子哦，他都用他自己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有些是用日语拼音的记录啊，对，就是后来就是有文史工作者找到，跟部落族人一起再把这些东西又学习回来这样。复振文化的过程艰辛，尤其是语言流失严重的情况下。不过今年度大庄部落的传统业绩文化被花莲县政府正式列为重要的文化资产，族人认为对文化复振有极大的帮助，更期盼的是有更多青年投入复振工作。就是譬如说去做杠啊，或者是重新去盖我们的工街，都是需要年轻人来一起劳动，对。那像我认为在部落里面最缺少的也是这个部分的，所以我是期许说，看是不是有更多的年轻人哈，愿意共同来加入这个文化复振的行列，这样，因为老人家年纪都很大了，这样。大庄部落泛西拉雅族人，包括大满族、马卡道、西拉雅族人，但已难确切指出自己所属的族群。另外，复振文化的过程中，因为资源的进入，也造成部落分裂。不过，虽然面临许多困难，部落依旧坚持维系传统，也期盼能持续为族群证明做努力。记者撒伦台东市整理报道。